气，来摇摆。如果再跳一下这一首，会太累吗？太累，没关系，我有点电。你是我今生的骄傲。都谢了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，你的美丽让你带走，我想我可以留住悲伤。一下音乐我就知道是哪一首歌。手机扫描 QR code， 我来讲，我拜站遐咧吵。Come on，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welcome 今天的三组晋级参赛者。大家来嗨翻，欢迎五冠阿贝，还有戴明君，有13分哦。再来要欢迎的是有韶神港的 Musa 跟钟宇，他们累积的分数来到12分。到底他们俩会不会在一起呢？曲艺还有佩根，加油！有11分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要来一个默契大考验。总共6首双重奏题目，两位成员在各自的答题板写下所听到的其中一首歌名。两个人如果写下相同歌名，即可加1分。两边的猜猜我在听什么？对，两位依旧是队友，没错，有没有？哦，那两位依旧是队友，队友分站两边。培根暂时让你跟曲艺以牛郎织女的方式呈现，稍微分开了一下下。对对对啊，那现在我们放一个音乐出来，音乐里面有两首歌，那你就写下来其中一首，你认为你听到的是哪一首？嗯，就写下，歌都很简单，是啊，啊，两队如果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那就可以得。代表你们默契够，默契就够，要一样，要一样哦。大家这个身无彩蝶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心一点灵犀。喂，不是一条黑了，请出题。阿北这边，先不要给他们看，不用给我看，哎，亮出来，亮出来，先不要。啊，你这边，我有了咪大腿，好，打错，来，你们这边，一二，叫做是，先不要，默契蛮好的，厉害厉害。还有曲艺这个院士，一二三，先啊。你好，你好，想好多，你很纠结，没办法，我猜他不会腿之歌，我就写歌名是腿之歌。哦，两首都听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道题目，请出题。让你的泪洒在我头，让你的泪洒在我头，让你的泪洒在我头，让你的泪洒在我头。
暂停，来看一下阿贝这边的答案是阿贝三天三夜，这边呢，恭喜得分 ，bingo， 对了，对了，来我们 Musa 这边应该是一样的，三天三夜，哦，哎，另外一首是什么？派对动物，派对动物，三天三夜，哎呦，零默契，好的，没有，哎，第三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好用力，好用力。好的，好，音乐到，好来，好 ，OK， 先看一下阿贝这边的答案，一二三，蓝猪啊，这边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？可不可以？来 ，Musa， 一二三，哎呦！从头到尾你们都对，你们都全对呢，恐怖！我跟你讲哈，这一题哈，曲艺的答案应该就是蓝川，然后那个我们培根这边一定强要放进去一下下就，这样快看一二三，我用它，哎呦，所以曲艺也想要一下下就好，OK， 好了，下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看一下，哎，来，阿贝这边有答案了，没关系，慢慢来哈。一二，好，哎，你眼睛看他这么明显干什么？我看一下啊，眉飞色舞，哦，字写的不好了哈。我对不起阿贝，眉飞色舞的话，我想不出来，但是我爱阿贝。我只有阿贝不说谎，对呀，有哪两首？那个呼吸不说谎，呼吸不说谎，眉飞色舞，眉飞色舞啊，来看一下，来 Musa 的。眉飞色舞，我也听到这个，字写好一点嘛。好，恭喜眉飞色舞，眉飞色舞，哎，答对。好的，目前来讲，我们这 Musa 终于他们获了四分，五分阿北跟我们戴梅君只得一分，培根曲艺这个院偶得到两分。好，最后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观众朋友还以为家里电视机坏掉，太可惜了。好，是哪两首歌？哎，威哥，你是大艺术家，一个是大艺术家，大艺术家，另外一首是我呸，我呸，微笑中打中我呸。两首歌，九零的歌，来看一下阿北这边，我呸，我呸，好，我呸，我呸，呸，有了，好来，我呸，我呸，就我呸，呸，我呸，来喽，我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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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他们加了五分是 Musa 跟钟宇，而我们培根曲艺社加了三分，不过那被戴梅君加了两分。马上来看看咱们下一阶段歌名接力赛。当地人是右边负责接歌名最后两个字，接出正确歌名加两分，其中一方可以加一分，答错不倒扣。分数最高的队伍晋级，可以设设奖金挑战赛。厉害了，大家知道怎么玩哈？好，你解释给我听。你每次都乱骗，对你都混的，好，怎么玩？你有在 re 搞吗？那一边的人，对不对？然后放一首歌，他们还是一个队伍，对，放一首歌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前面的，比如说啊，这边你写最后两个字，比如说先不要，然后你们要写不要，我们写不要，最后两个字，然后前面要写先，然后先不要，这样就答对。这里是头，这里是尾，对，歌出来你要知道答案。对，那呼吸不说谎。然后他们就是说谎，呼吸不说谎，你们负责写最后两个字。哦，这么简单东西他讲的那么复杂。他尽力。好了 ，OK 了，也听得懂了，有了尽力了啊。那了解哈，请出题。
sexuality， 当心什么会伤你，多少次的重伤，多少次的冷雨，抓你谁会拉你，追你谁会陪你，歌名 Sam Chet Heaven Third Day， 你离开后世界可改变，多少无罪罪行时过不今天，永志不忘记的往事不言，真的为人不累，你不需要抱歉，好，嗯，哎，请亮他舞棍大，棍大帝国，还好，哎呦，有默契，有默契，但答案不对，这一题应该什么答案？玫瑰，玫瑰，红叶，好，培根，我爱取用，我爱取用，你看，趁乱告白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趁乱告白，你这个登徒子，对嘛？玫瑰少年，来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旅行，谁的伤心能不留太近，谁的一见钟情不可不铭心，谁能任性不言明。好的，好，来先看一下吴冠南北这边的答案，一二三，噔噔噔，大哥来，嗨翻，嗨翻，哎，哎呦，你们两个默契很好，厉害耶！好，来，明察，明察，答案是什么？哎，一二三，来，又在打歌，烧身钢，烧身钢，静茹，又在烧身钢 ，OK， 啊，来，亲亲，爱久见，爱久见，亲亲，亲亲，哦，哎呦，你们俩干嘛啦？慢慢有回应，有。慢慢有回音了，然后板板在那里，两个人在逃来暗棋哦，哎，好，这一首叫做《偶阵雨》，有人会唱吗？有，会唱，但是忘歌名而已。哦，来唱一下，没有唱。分数呢 ？Musa 终于是九分，是的。另外两支队伍都是十五分，继续好好给他们加油了。请出题。你说咱对爱就爱心计较，唱下。感情就爱情不老，每一暗总有人。阿妹，这首歌会吗？江二会呢？好。生气，来亮答案，太可怕！哎，干什么？这位同学干什么？不要作弊啊！对，希望你看你没胡啊！是，好好，整首都唱完了。你看，哇，生气，人家你说的哦，唔知阿贝，阿贝，这边是你说的，曲艺我爱你，清醒吧，清醒吧 ，Sorry， 好不好？来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，注音题。啵啵的啵起，都是。
句。有来台湾啊？哦，最近有来啊？我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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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了。哦，那我们是才歌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哦，有哦，哦，我知道，很红啦。我们是猜歌名，对不对？是还是写歌名？歌后面几个字？猜歌名。你们是？你们是最后两个字？你们两个字？你们写？你们这边都写最后两个字就好了。比赛快结束了，你还在问这个问题？我刚刚前面已经讲的那么清楚了。这个很尴尬。最后两个字啊，你就两，你不管你就两个字啊，嗯，去最后就好了。哎，不要投嘞，投嘞，投烂题，不能沟通，不能沟通。好的，一起亮答案，正确答案，宝贝。对对哦，宝贝对，不起，对对对，只有两个字啊，看不上阿布的 music， go， 宝贝对不起，不是不。小小的阿公，小小的阿公，你那个太酷了。OK， 小小的阿公，小小的阿公，没了。这是给人家乱改。这个在泰国啊，他嗑药的，小小的阿公，就这一种。统统抓过去。好，来，15分、18分、20分。好，阿贝还有梅君这边要多加油啦。梅君加油。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哎。当你留给我，我不想接受的伤痛。爱情到头来还是梦，这一定会的。别说我俩的世界有太多不同，就说你已经忘了我，你就要离开我。谁能够告诉我，我是否付出太多？就当我从从来没有过，还是忘了你，忘了我。好，请亮答案，一二三。忘了你，忘了我。了我，了我，哎呦，了我不错，从来没，从来没，从爱你哦，就许愿嫁给我，你这，喂喂，你这个单徒子下流，我们是在猜歌哎，一直在下流，还问人要不要嫁给我，求你愿意吗？哎，要不要嫁？忘了我，忘了我，杀了我，杀了我，了我，还有删我。其实女生被骚扰的时候，那她的笑容貌是心里面是幸福，开心，开心，对她突然其实是开心的，对对对对对，而且对，哦哦，自己不要笑，是是 ，OK， 好，开心，忘了你，忘了我啊，还是忘了你，忘了我，这一首应该很熟吧？这条半条鬼嘛，哈，听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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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怎么唱？不要说愿不愿意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，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。一起唱，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虽然你影子它出现我眼里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。那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那个时候，
你的老师都在做什么？在教舞蹈，还教舞蹈，哎，教国标。哦，教国标，对对对，就在跳舞，一定的啦，不可能当时是在捏面人嘛，对对对，对吧？什么样捏面？已经长大了，而且不可能斜杠那么厉害，对对对对。好，来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有声写爱，有声写着他，原唱原唱。摊开的双手，无许的无奈，哎呦帅哦，我的无言。有最深深的感慨，最亲的朋友和女孩，我的心一直在摇摆。OK， 不能再唱，差点中出了，哦，差点中出来。这个歌可以提示一下。男生穿裤子啦，哎，对，男生穿裤子，男生穿丁字裤，对对对，比较紧。好，请亮三，右，左右，厉害，漂亮，为难，漂亮，来左右，这一定要会的吧？左右为难，左右有情，左右有情，好，正确答案左右为难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我追上来了。我写一个草叶无缠绕。喜欢氧气的细胞，一般的脆弱不漩涡，我常常幻想能把它吞噬掉，身上的水不想擦掉，在床上回荡着孤独的符号，但世界脆弱对我骚扰，但它是我的开端。好，请亮分配好，不要说，不要说什么分离，好，没有，没有。王子的心意，王子的一些，王子的哦，萧敬腾的歌啊，王子的心意嘛，会唱吗？有一点久了这首歌，哎，没有，几乎每一首都会唱，哎，这是第一张专辑，很怪，怎么样？怎么会唱？他突然间说每一首都会唱，哦，怎么会笑出这种声音？来，唱一下，唱一下，来 ，Let's go。如果王子的心意可以让我凋谢，我的痛脉会被看见。哎呦，不错，我培根会唱哦。好，现在目前24、21、18，是，好吧？等于说，曲艺培根只落后三分而已。哎，赶快冲上去！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灿烂的笑相对，会让人渐渐放下防备。你曾经说过要离别，开始动了，但如今已无法还原。好痛，我留在你身边。哎呦，我已不需要留恋。不搭嘎，朋友。来哦，3、2、1，请亮答案。来看一下哦，阿贝的这边，你曾说过阿贝累了哦，曾说过阿贝累。对，来 Musa， 很累，终于了解。我不会，而且最终是全部干归自由。曲艺我等你，又来。哦，你那一本已经变成一本情书大全。好，大家都不太会唱，我们下一题，请出题。Next。我的女，因为你本性上空虚了情，我的心因为你，因为你的情，我甘愿吃空心甜，你一生我一生回头我过去都是这呢酸，你一张我一张褪色的相片。有了，张张张张张。
还是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。猜猜看。好，来，哎，请亮蓝。阿贝，一二三，虾人谁人先？谁人先？谁人先？一心肌无力。有你，谁人先？我只有你而已。哦 ，OK 啊，来，一心肌无力，没有差。不好意思，忘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应该是忘了答案。叫你睡，叫你睡，迷一个好。一心肌无力几的哦，对哦，那是另外一首，那是一不是哦，一心肌无力哦，是蔡小虎的啦。副歌我们听听，来看会不会唱。一心肌无力，当拥有我的秘密。一心肌无力，当代表我的生命。理想，理想，担当。台语这么悲伤啊，这歌很悲伤哎，这歌太悲了，还要唱到翁仙琪呢，对，翁仙琪才愿意说出句话爱丽，哎呦喂啊，曲艺这个歌是写给你的，对了，培根这首要练起来，练起来，每天堂都愿意，每天到他家里门口去唱，对对对哦，会被报，加油，叫他起床唱那首，没有没有，应该是每天。依他起床，哎，起来了，对，唱给他听。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来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，讨厌自己的自卑，小心的防备。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！离你远一些。好。习惯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。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亮单。我先说，讨厌鬼。夜晚。夜晚的讨厌鬼。讨厌鬼。小鬼。好，胆小鬼。他会道歉。对不起，小鬼。好。好，正确答案，胆小鬼。梁咏琪的歌，27分、22分、19分。Musa、钟宇他们。遥遥领先了27分。好，还有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你的脚步在不远处，我仿佛将自己说服，直到最后这一条爱的最面树能结束。一个问呀，双栖动物呀，科动物啊，正确答案又是我们 Musa 这边获胜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拿到最后冠军的是 Musa， 终于这一队，两位准备拿奖金。共有10道机会，射中气球即可答题，气球内含食物线索，答对一题奖金3000。好的，两位请准备来射标，这里有10标，10标用完，那你的命也就用完了。射中一标，答中一题，得3000，请射标来。啊，谁要射？来，好，我先射，你先。好啊，我们站远一点哦。哎，这气球很大哎，恐怖恐怖。OK， 预备。那很哎，没射中的话，这一标就浪费了。对。好，第一标不能，这个气球有那么大。我看我们后退一点，用力一点。这就一标，好，来第二标，请准备。哎，我们一人5标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你先射5标好了。对，你先射。那对，因为很厉害，现在多还好射。哎，这个好尖哦，这很尖的。离远一点，它超恐怖了。它超恐怖了。2标。再偏左一点，再偏左一点。也好。杀了吧！没有，哎，气球那么大，直的直的，气球那么大，对。终于第3标，大声这样，来，夜市摊贩都还好，他们答题能力很强。对，那个气球爆的时候好大声。好来，那么题目是，来我们看一下他的线索是香港金曲4
好，香港金曲，请完蛋了，题。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要。是一生意，肤色斗争中，光辉岁月。什么歌？什么？光辉岁月，研究一下吧。继续唱。光辉岁月，光辉岁月，恭喜阿贵。来，唱下去，来，阿米老师帮人伴奏。谁来？那你去。好，章鱼，章鱼，章鱼，加油，加油！章鱼，轮到你。终于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，真的。大力回不来。好紧张。气球很大，很好射。什么位置都差不多，超难的，真的很难射。气球那么大，低一点。对呀，这个。等一下，这边没有机场。哪来的呀？下烂了，下烂。哑巴，哑巴，哑巴，哑巴呀！哑巴，哑巴呀！哑巴，哑巴，哑巴，哑巴！有这么多？剩下几标啊？剩四标。四标啊？怎么会？哎，这很难吗？宪哥，你帮他们设一个了。设一标了，好不好？宪哥帮他们设一下。没有设到的。你想要哪一标？来来来，哪一颗？这个射不中。蓝色，蓝色，蓝色。我射不中的话，我站到那边给你们射。不要哈！这么大，哎，这么大，哎，这么大。真的很难，给他们自己射了。哦，我玩一个啦。好，玩一个。哦，夜市常玩了。哎呦，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的。点歌，点歌，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点歌，点歌，我不信，会超难的。而且他这个标记啊，超尖的。我跟你讲，蓝色了，蓝色，蓝色哈，深蓝色。打不给，好，给你们爽一标了。谢谢点歌，谢谢点歌，谢谢哥。来看一下，重点叫做十号动漫主题曲，来，请出题。完了。他们说要带着光学。孤勇者。最近很红，厉害！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会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爱你和那微笑，哒哒哒，年月的香，和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去吧，去吧，这褴褛的披风，战马，战马，一切卑微的梦，是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。谁说战？好，剩下三标，加油！好，好紧张，你压力太大了。好了，三标就设定，真的有难，真的有难，能够中个一两标吧。我是觉得我们要站一个，还是你往前嘛，往前嘛。你往前一点啦。好，好，站到线外，再往前，线内，线内。哦，这里，好，线内。好，好，剩两标，再给他往前一点啦，不能再优惠了啊。这里的，这里的，这里的，好，好 ，OK， 再往前。最后一标，好，太难了，哎，真的好难哦，我们要六千块吗？这个为什么？我可不可以到这里？宪哥，宪哥，让他们在这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，这样再射不到，可以了，蓝色的。OK， 耶，谢谢。因为他们的奖金现在才6000块，最后一标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嗯，哎，这么来哦，好的。平民天后三号，请出题。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，才
Yuki。Yuki， 来哦。徐怀钰的歌，副歌应该就会了。哎，但是没有，没有。不会怎么办？那个，我，可以场外救援。飞，飞什么？我要用力。不是，唱出来。飞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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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飞飞飞飞飞飞。飞飞分还是分飞还是分飞分飞分飞？那是分飞沙。分飞。什么？好，分飞。答对。哎呦，分飞答对了。这么厉害！哎呦，这是九千块钱奖金，来唱完就可以拿奖金了，就可以没有的。哎，你会只有九千。死杯求一下啦，对啦，送五标啦，来了，老板送什么？老板送你五标，不是不是为了要送五标，加钱，因为他们的成绩太惨，惨到什么程度？惨到节目长度不够。这个我们也要，哎，可以吗？对呀，帮忙射嘛，好，来，老板帮忙，你会射吗？射一下，我觉得男生应该会对手力比较，但是我们还是站远一点好了。预备，起。哎，真的很，真的有难，真的很难，要大力一点，真的要大力一点。取一取哦。哎，有难，难，哎，再送两标。老板，老板，所以那个位置是好，往前，可以哈，谢谢，可以吗？这边往前啊，好了，真的往前了，好难哦。哎，莫名其妙两标就给你浪费掉，对啊，好来乱的，赔钱。好的，那么这一道题目是。什么 K 叫做 KTV 啦，热播歌曲了吗？哦，请出题。站着看着猫咪睡在我们追上的，别问很可怕，别问什么很起，别问很可怕，别问很可怕。耶，哎，有这歌，有追上，追上啊，那个谁那个上会唱吗？会。好，来 music。很可怕。钱的奖金还有两标，对不对？哦，还有三标，来加油，加油，来，终于够，来，站金那边，哦，再不行，对，好，对了 ，OK 了，这 OK 吧？大力一点，哇，耶，哎，这几标有加持过，早一点这样处理，不用浪费我们这么多时间。OK， 真的是，来，请看，好紧张。YouTube 神曲，请出题。接唱，要接唱。每一件，简单点。对，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。哎，大侠，薛之谦的歌。难过的太表面，像没天赋的演员，观众一眼能看见。哎，薛之谦还没来上过我们节目，对不对？那他过完年会，我再带他来。对对对。在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，什么时候我们
开始收起了底线？什么时候开始收起？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？我们对，恭喜答对。好，15,000块钱的奖金落袋。好，剩下最后两标了。两标，绝不宽带哦，没有射中，我们绝不宽带了。绝不宽带。绝不宽带，来可以站前面没关系，好，那里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应该不会中，剩下一标，因为五颗分散五个地方，哎呦，中了，哎呦，哎，怎么甘蔗？对啊，甘蔗，对，他要答的题目是亿万歌后，请出题，什么又亿万呢？对啊，接唱。我是宇宙间的主宰，我的意外，意外之机，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，有人成了谁的最爱，多想相信永恒的存在，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，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，是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，在这么恭喜，这么简单的一段，好，18,000了，哎，有这样子的，好，最后一标，这一次不行了，我们要收工了，哎，我们今天要打烊喽，好，来要打烊了，我们要收摊，收摊了，收摊了，最后一标，哎，好 ，OK， 好了，哎，休打，加油，中，耶，莫名其妙，棒哎，哎，这两个小赖皮哈，对啊。哎，还给他加标，然后自己还跑到前面说啊，再来，两个还自己规定，都没有理老板哦，遗传啊，完全不理呀，遗传哎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他要答的题目是赖皮兽，平城歌姬，平城歌姬，平城歌姬，完了，什么意思？会不会直接出了个 false love 就给他们乱拿？对不对啊？有可能，请出题。谁？曲艺？宇多？谁？宇多田光的吗？真的啊、哦！英文歌，不会唱了吧？副歌来了吗？团在副歌。什么？是的。啊！不要紧。歌名在副歌。想不到，哎，是那个吗？是那首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只有这两首歌在脑袋里而已。那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就是这个。那你们可以讨论一个，你们讨论一下。他越看越来越像何宇文啊，有一点，有了，终于像何宇文，会不会难过？干嘛这样？还好。OK。是哪一首？什么歌？就不是那，对啊。那哪一首嘛？没有，你们可以聊一聊啊。Come back to me， Come back to me， 哦，哎，还答对呀！哦，宇多，恭喜获得21,000块钱的奖金，也谢谢另外两支队伍的参加。